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我刚买的生菜2块钱一斤，现在是生菜8块，青菜10块，跪在地上抢，这些人，天哪，疯了！明天要封3天，明天开始，这么多。好多人，好多人。不是粉吗？哪里有的？你要试试卤味卖不？哦，水果还有好多。多搞2根排骨的。哇靠！进了这么多人。亲爱的顾客朋友，大家不要忙，我们马上来一针。来来来，忙到。